那这三个月最酷肯定就是这个啦！我的官网完成了，那我们也买了一个网域，叫做 Kai Image Studio 点 Art，不是 .com 哦，是点 Art，这超酷炫！反正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你们就自己去划划看。手机版跟电脑版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两种都要设计啊。反正上面就有一些，你们可能会想要有兴趣看的东西呀、或者是有关于我啊，我的介绍啊，然后我的幕后花絮啊，商店啊，幕后花絮，还有一个网志的部分，就是我想分享更多的技术的东西在这个上面。反正就分享一些东西，那有兴趣或者是你们有推荐什么内容可以撰写的，可以分享给我留言啊，或是私讯给我都可以。反正就如果有问题，你就密我啊，我就会尽量赶快把它改善好。反正官网完成，我就不用分享给别人说哦，我的 Instagram 怎么样，我的 Facebook，我的 YouTube 怎么样？结果大家以为我都是 YouTuber，我根本就不是 YouTuber，我只是摄影师。然后我这个传给别人这个网站，看起来就专业很多。